这区的先要加进去。哦。没过啊，没过啊！我看到伊啊，我刚看到伊啊。这个，你呢？哦。隔壁这菜都是人燕山人哦，来去南山东澳店遐种的，而且都伊都是即摆最近只较落来只嘛有种哦，啊，都一个伊跟我只熟识，就是讲店啊只不离济人，伫只看过啊来只买物件有看到啊，是讲游客。那只用温泉只吼泡汤的时，也着来看下，看下住啊店啊，阮某叫阮某买，伊着咧山的吼，咧几粒一百块，比方迄只卖四粒一百块，还是三粒一百块，就写一个纸条啊，爱看到就会来买。啊，若大几件的，就是咱三星龙会车吼，伊件规档的，啊，甲规箱的拢是寄台北，一市啊啦、板桥啦、国市场去，吼落去人的台北市场。火吼，唔好伤大，伤大的时吼，伊个烧过热啦，会倒起来，鼎会拉会倒起来。我是讲，既用这个技术，还有这个物件，都是梦想。啊！当阮开始种的时阵，因为迄当时烘焙的机器拢已经卖了了，拢做番薯也卖掉，所以讲尾仔甲渐渐开始哪一个人种，啊，阮朋友哪种先，甲过去买只机来转来，继续靠烘焙。无你想讲
你生的时阵大概就是四五天可以保存啦，你无保起来拢了啦。所以讲嘛，刚刚开始回来做这个产业。是因为太久没种了，那个大部分都忘记了，也是阿公来讲，因为阿公之前也种了比较久，所以他印象比较深刻，所以他讲他，所以他来教我们怎么用。啊，结果变成会规整个头拢去食，啊，迄对阮来讲是一个回忆吧。啊，迄当阵个人甲生活都是很淳朴、很单纯。人比如讲，哦，我今日我哦营养够真好啊，今日我食，伊无用，即个人会来甲咱食。早期因为要读册，啊，常甲朋友出去外口佚佗，老岁仔总是较烦恼，就想讲，若无读册，就该去做模啊。迄当时所以讲十五岁半的款，就开始做模啊。超大汉嘞，怪怪嘞啊！真嘞啊！你看我当少年啥人要做，准备学这個、要做这個，哎、欸，伊就是，真嘞是啊，较笨惰读书，都，我都甲奋斗啊讲，伊较歹表高中还有奋斗啊，我讲啊，我出来做帮务，伊都歹读书，也有兴趣，啊，都对我嘞。啊，这我这孙嘛真乖，就是讲出食头路嘛，无介好找啦，嘛无啥物好个头路好食，就甲因阿爸咧做，我即款真乖，拢安尼做。我即个我也是台风，少年也是阮只孙安尼哦，哇！我着讲安尼，阮就我足欢喜。乖，你不共做工也好啦，还是食头路，认一步，即安莫去做歹个啦。咱做歹个吼，莫去讲学歹安尼就好啊。Thank you.
因为早期村子里面哦，几乎家家户户都在种香菇，然后因为后来农忙的时候大家都会帮忙，所以说人跟人之间的距离会很近。但是后来工商社会，大家距离越来越远，而且最近的食安问题，首先讲真侪问题啊。我就是讲早期我咧种香菇的时阵就没有这些问题。香菇像我爸讲的，它是一种有机而且无毒的东西，一方面我们可以改善这个食安问题，另一方面又可以拉近人跟人之间的距离，所以说才会想到说在我这种。